就是其实就像你讲，就是我觉得我刚提哦，就是维持一个兴趣不容易，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可以一直维持唱歌这个兴趣到你们年轻朋友的年代没有民歌这种东西，对，就是我大概17岁开始唱民歌，在民歌唱歌，然后办过之后当兵工作，虽然工作跟音乐的距离是18000里，但是一直都维持这样的一个兴趣。中痛苦，在命运中追。